我们接下来是要演个什么？衙役吧，或者是演个屠夫吧，杀猪的。怎么我这服装一件亮丽的服装没有？都是这种小人物服装呢？哇，你好帅啊！你不要这种眼神看着我，你这样我会蠢蠢欲动的。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看着你梳妆。妈，扣开了，扣开了。拉出去崩了，狠狠的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太聪明了，抢了我的风头了。我到现在十以内的加减法都还不会呢。再说了，能让你猜到我今天干嘛的话，我还怎么当？对了，我们这里少个人啊。我们不仅少一个人，我们少好几个人。不是，我们少一个助演，这里。杰哥，来，怎么了？我们有个忙想让你帮一下。好。我们因为在排一个戏嘛，你也看得出来，我们这些都是最佳男女主角的戏哈。但是我们这里缺一个角色，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。主角。对，主角。真的啊？对。真的啊？对，主角。这个主角是汉奸，这个主角是汉奸。觉得你特别合适。什么叫特别合适？特别合适。这样吧，你想演哪个我们就给你哪个。那我白小年吧。那白小年可是那种白小年就唱过京剧的那种嘛，然后兰花指。对，你可以吗？我哪有，你不知道我在第一期节目当中饰演过大太监吗？哦，真的吗？贵妃驾到。就因为太监和那个这白小年这个角色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但是他还要有一定的区别。不哥，你别隐瞒事实了，这东西不是谁都能演的。到底是不是？姐，没有真正像女刺客一点的衣服吗？说老师，我这不像女侠吧？我现在特别像艺妓。我跟你去试吧，你这样到时候合适就合适，不合适就在那直接就换掉，这样省时间。这个也像呢，哥，你帮看一眼。哎，这个像吗？这个呢？这个也像，不像打女吧？这个？你看，像庆怡他们，可能进服装间随便拿一件都能穿得下呀。但是我进去挑了好多好多，我穿不上，我也很苦恼，服装师也很苦恼。你是想的是可以改角色的话，那我觉得干脆就找一个极其不靠谱的衣服，标新立异一点，选一个干脆不靠谱的东西上去吧。监狱里有个奇怪的犯人，怎么也不愿意出监狱，都快把监狱给吃空了。牢头狱卒都对他惧怕三分。此时，一位女侠出现了。人呢？到点开饭了。快去！都饿了。进来。来，那个大哥，快点来，快，给送进来，送吃喝的，进来。整个屯儿里就剩这么点咸菜了，这能吃吗？啊！你看，哎呀，大哥，这个是咱们全县最后一块猪蹄了，给您吃。手别刀，我不刀，稳住。这都几天的肉了，都有味儿了，能吃吗？大
啊！大哥，还有，不是，这是咱们老李最后一坛女儿红了，你打开，哎，你。这能喝吗？这个啊，我要吃肉，吃牛肉、羊肉。不生气，我跟你解释一下啊，你进来这么长时间呢，50头牛，100多头猪，所有的羊全没了。我不管，我必须吃到牛。今天不吃到牛的话，我今天我就杀了你们四个。大哥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怎么的？对呀。你再说一遍。我杀了你们四个。谢大哥开恩，求大哥赐死。动手吧。好啊，你们四个是任何死也不给我整吃的啊！好，今天就弄死你们四个。你们谁先死？我先来，我吧，我先来。